友组会第五届庆典晚会圆满成功，圆满成功，圆满成功。这是我们校友总会的一件大事啊！我们今天欢聚在这里，为了筹备这件大事啊，是我们校友总会，就是从各方面的信息上看，第五届的筹备工作进展得很好啊！这要感谢第五届筹备组的各位成员啊，各位筹备组的成员们辛苦了。我们校友总会就像一个大家庭，
校委主会主席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啊，是一个掌舵手啊。要想我们把我们校委主会做得好，发扬光大，这个大家长是非常辛苦的啊，要耕耘做出不少的奉献，同时也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支持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携手啊努力，将我们校友总会办好啊，将我们校友总会一届比一届做得更加辉煌啊！谢谢大家。掌声有请我们校友会创会主席郑思琪。最近的郑思琪主席蓝金田后任主席，各位会长，各位精英代表，各位校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校友会后任主席来这里来商量这些事情我们同学会校友总会我就是希望在蓝新田主席的带领下，会有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校友老师精英骨干来这里参加这一个第五届筹备会，希望筹备会非常成功。然后呢，第二呢，我衷心的期盼在我新田会长主持的第五届校友总会的领导下，继承我们历届主席打好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尊敬的王瑞英主席，尊敬的王新田后任主席，还有我们的校友创会主席郑思琪主席、张玉田教务主席、欧俊良老师，还有各界的会长、精英，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了第五届筹备会，主要大家已经都明白了，主要是说大家按以前惯例抽签桌子跟那个节目，就是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欢迎今天后面创会主席郑思琪和两位荣誉主席张永昭、李开荣，还有各届会长、校友精英，大家下午好。今天参加这个第五届庆典大会的准备会，我很开心。感谢第五届团体的团队的邀请，谢谢大家。我在这里，其他的事情我不说。我们希望五位主席能够手拉手、肩并肩、同心协力，共创未来。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耐心的感觉就是我们下一个总会啊，下一个大家庭，大家的团体，大家很温馨，大家都以共识。希望在我第五届团队的领导下，各界会长、精英骨干与我携手共进，打下为校友总会。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我们。